昨天我玩太空狼人杀了，还行，就那游戏没办法说话，怎么整？而有些设置不会调。那个投票环节怎么给它设置成那个无限的时间啊？不够说话，不够时间的。新的一天又一场。哎，他是把我 Q 躲了是吧？不打了，我闪现，没事儿，我们骗了个点烟回家了。点烟换闪现血亏，怎么血亏？他双招我一个闪，怎么就血亏了呢？他没闪现呀。这可不是血亏哦，二级就可以干了，我们比他多个点烟现在。虽然我等级比他低，但是我有个点炎练一下，啪啪一啪啪走位啪，哎呦我操，他这个致盲真恶心。不过我们家皇子来了，给我上，他可能要换我啊，别急，你快点上，啪啪。上当了吧？嗯，边境的样子就是人心的样子。快点推啊，这波线儿。黄纸碰上那个剑圣了，打不了，啪啪 Q， 啪啪一，先换我，呵呵。我们刚才不要先出来啊，先出来有可能会被换，而且黄纸一 Q 可能会空，先让他俩打，我们不着急。来攻速吧，手游队友考坑，那手游尝尝鲜吧。手游我不会，不会，不太会玩，你知道吗？我手游一直都玩不好，有些东西它那操作我就觉得特别费劲呢，可难操作了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快的回头。我不是好人。啪啪，一啪啪。
Q 一下，等他把 Q 放了，我们就可以杀他啊。如果你不跟我打，我就一直练你。你别让我点着你啊！来，练儿，我马上升，我就射死你啊，鸟人！这就叫预判。我靠，这什么点烟啊？早点吃药好了，谁知道这点烟打人那么痛啊？怎么能点我这么多血啊？真牛逼的点烟，我的确需要参战。抽啪啪，哎呦我，西部的生活和不法之徒一样惨酷。我感觉好像卢仙不太克着鸟人，鸟人好像有点克卢仙呢。我有电眼了，你跟我在那玩好几回了，两回了，跟我在那点眼。应该能杀。一，哟，哎呦，哎，闪现走位，哎呀，这他妈的给我害死了。这个E怎么能没有E到河蟹E到我了呢？奇了个怪了。不能出海妖，太脆了，就都得动工。这把还有剑圣阿卡丽啥的，往这走，快快快快，给自己框！哎呦，你怎么把自己给框里头了？鸟人不见了，走，我们回家炖工去。别急啊，他这边等他 Q 用了 ，W 啪啪 Q 啪啪一啪啪啪啪，点烟我，就你有点烟。我偷袭，
他应该到了，我们回家了。找我来了啊！来，这东西飞得很快的，先把这个除了，再来个耀光。算了，这把带个扫描。上去直接干啊！一啪啪哥 ，W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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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现在站着的姿势感觉不太对劲，爬不走，啪啪，跑一，啪啪点岩突，啪啪，跑，跑，好厉害的阿卡丽，哎呦！空扣了吗？哎呀，这扣技能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空。他点人放的，我也没办法空了，你这咋整？没事，马上有大啊，他没拆掉。这个塔一言还得是我的。50秒应该费点劲啊。死亡的意思和以前不一样啊。费点劲。哎，这兵给你补的正好每个差一下，气死个人，怎么回事这是伤害呀、啊。这人虚区有点高的呀，我操！没躲掉，哎呀，这反应能力是真是不太行啊！我这卖了换这个，我卖了，多兰剑留着吧。这阿卡丽盯上我了，有点烦人。我们跟他打现在很不明智，你知道吧，不找他打去了，这人太猛了。枪火不会带来救赎，现在属于上等马换上等马就不合适了，你知道吧，他们家的下等马哎正在混。
还有个兄弟跟我说影魔刀可破，我出完盾弓再出个影魔刀。高的来克，黑暗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。我都不太敢动了，他杀我就一秒，现在我估计。虽然我有盾弓吧，但也不太好使，有点太肥了这东西。没事，杀不了。够了。不好意思。被我拿下了。呀，你跟我对射，还跟我对射，我射死你。马上小龙要刷了，我们必须得防着点这个阿卡丽啊！现在不防着他，我们打不过他。我死了，我们家就够呛了。站位靠后一点，他上来先把他定住控死。别着急啊，先在这儿等一下。一啪啪 Q W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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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现了，杀剑圣来！一啪啪 Q 啪啪啪，把小龙拿了。上路鸟人在推，杀阿卡丽，先杀剑圣也行。这没法上啊，这可不能上，这谁上谁死。怎么上高地了呢？挺能带呀这鸟人，俺俩也打不过他呀兄弟，不是说我不去。就俺俩这种货色跟他打是不是不太正常，算了吧，这根本打不过，拉倒吧。俺俩别跟他打，俺俩别跟他打，等其他人。就你要鸟人呢，这怎么又一点烟给我点死了，哎呀烦死了真的。这怎么感觉剑圣要全杀了呀？哦，还行，走位一下，好走位。哎呀，阿卡丽来了。这个鸟人他这个致盲太烦了，他致盲我看不见，我 A 不到他。皇者有大，可以试试。哎呀，我靠！
我在这里他也能看见我。早知道我扫一下好了。这个阿卡丽怎么破呢？伤害太高了，那他的一个刺客打一个 AD， 那不就是这样吗？那没办法。可以上了，可以。哎，我们大龙，对面高地没推掉，可以大龙，可以大龙，可以大龙，没事，打大龙。你们不要给我发问号，我不冲，没有人冲，只能我往上冲。我不冲，没有人能冲得上去。刚才谁打伤害，谁杀鸟人呢？只能我杀。我打拉扯，我都没法上，我打拉扯，那泽拉斯旁边。他手比你长，你上哪拉扯去啊？你跟泽拉斯玩拉扯，他不拉扯死你，还拉扯呢？他们说我是恶魔，说的没错。大龙不去打不应该呀。在我身上打下烙印。我们就主要就是注意看着点这个阿卡丽。把这鸟人给我抓了。抢人头啊！来，小龙。他怎么这么能带？他三个二十，他带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小心点儿啊！这里头就硬往里走啊，兄弟呀、啊！啊，这怎么敢的呀？打不了，啪啪 Q， 啪啪一，啪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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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有点难活。嗯，有点难活，他伤害有点太高了，我这来点什么呢？什么也没用啊！这个东西反而可能有点用，你知道吗？又有闪现！哎呦，我操！没法玩啊，没法玩啊！我操了 ！Nice， 真没法玩啊！他带着传送吗？他怎么回家出来这么快呀、啊？
哎，他还不杀别人，他就盯着我杀，我还真就是一点办法没有。嗯，俺们家五打四都打不过吗？他杀完我五打四都打不过，就看德拉斯有没有那啥。我蓝还死了，我上去把剑圣杀了吧。有意还行吧，其实我们可以大龙啊，别出输出了，出魔抗，你出魔抗没用。哎呀，你怎么不信呢？我出魔抗，你说我能出哪件装备？我这么一点点魔抗，说实话兄弟，就等于就没有，我倒不如出个夜刃之风，让他第一个技能失效。我出影魔刀没有用，我出智慧墨印没有用，我能出个振奋。我出影魔刀干啥呀？我有救主灵印了，我还出影魔刀干嘛呀？我出那点没有用。我倒不如来个夜刃之风了，你知道吧？草原上还有比黑夜更坏的东西。1400，清算时刻即将来临。还行，他们家龙没几条，大龙没了，比较麻烦。找一下这德拉斯啊，不追，杀一个可以，不追。我们现在就不用出去啊，出去也没用，出去这全没有视野，出去就够呛。不出去，找的可以找的。清清兵线，对面其实阵容并不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我们家好。对面的阵容，只要我们能拖得住，这玩意儿真吓人呐！我真吓人呐！这是真吓人呐！好大，可以扣他 ，nice。剑圣怎么回事？剑圣怎么回事？
你再给我对射来。边境的样子就是人心的样子。不用，我直接刷新一杀他就可以。走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，撤撤撤撤撤，快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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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就一命一命呜呼啊！如果你想找茬打架，那你做到。送，直接走啊！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死了就前功尽弃啊！回家出装备，想想出什么啊？春哥、无尽都可以。饮血剑也行。西部的生活，我其实伤害不缺，现在一上来闪现 W 一抖，这不行了，这得回家了。这火蓝应该是够呛了，别上啊！撤撤撤撤撤，往后撤。别急打，别急打，别急打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。别着急，兄弟们，我活了。你杀我？这伤害真尼玛高。定。再杀，nice， 小龙，白送了。我们去推中啊，队友去拿小龙，没有没有，走吧。春哥无尽我选春哥，我不选无尽，我就无尽容错率太低了，我不需要伤害了，我伤害够了，我们的伤害绝对的是够的啊。这个扫描不带了，我们带个探照视野，现在视野比较少，比较难做出去，把它换了。照一下，先把上路鸟人杀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先把上路鸟人杀了。一上来 W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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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啪啪啪啪啪一，我有跳弹吧？哎呀！先把剑圣杀了，看着吧，这春哥没这春哥没了人儿，人儿没了，差点这剑圣都能杀我现在。哎，可以守中，可以守中，可以守中，这中路可以打。
可以打。一啪啪，扣啪啪，一啪啪打不了，啪啪一啪啪，扣啪啪，啪一啪啪打大龙，兄弟们，速度！这个大龙我们必须得要啊！速度！这装备呀！射死了。给他们吧，我钱够了，我就上路把兵线清了。没人能原谅我，除了我自己。过一会儿搭档。跟紧你所知的魔鬼。谁来了？啊？谁？把无尽出了，在这里，你的准头手是无敌。哇，900一枪！这潘森。打一波，能不能一波？看剑圣推不推啊？一波，直接一波，来尝试一波。对面剩俩人，一波来，他们推不够我们，没事。拿下，先把这鸟人给我杀了，漂亮。